24岁台球厅前台兼职博主的一天都干点啥。老板刷到我的视频了，老板刷到我的视频了，真的就是防不胜防啊。既然防不住他，那我就先来防个晒吧。 Misting 防晒，我从老板用到了新版，新版的防晒你是 SPF 50加 PA 4个加，日常通勤很够用了，看着流动性恨不得流出去2-2滴，质地比之前也更加水润了，涂在脸上朝一个方向抹开，跟抹乳液一样很润，成毛速度也变快了，而且清爽又不黏腻，在脸上也没有搓泥，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，涂身上都不带心疼的，他妈的就这小玩意儿，谁用谁不迷糊。你说这商家成天也不睡觉，天天就研究怎么掏我兜，幸好我还做点兼职，不然就我们老板发的那点工资，回头再给你们录我的日常，你们还以为我在荒野求生呢。哎呀他妈的，忘了我们老板也要看我的视频呢，我还没有骂爽了，怎么就被他刷到了呀？我看我是厕所里打地铺，离死不远了。但是老板看完过后吧，他还让我给他拉点客人，真是老母猪戴胸罩，一套是一套的。他妈的，他以为我是商场外面的摇摇车啊，见谁都叫小帅哥，快进来玩呀。真你妈汪母娘娘来姨妈，神经啊， unbelievable。 你别介意啊老板，你肯定见过小脚的，没见过小老的吧？我就是熬过小老的，嘿嘿，看见没有，女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骂，所以老板你别记仇啊，回头我把你供起来，给你烧点香，你可以在背后骂我，但是别当面骂我就行。当然我也不在乎你背地里骂我，因为我也在背后骂了你，况且你未必有我骂的难听。家人们，我这么美，可惜长了张嘴，所以我很少吃亏啊，因为我吃的都是巴掌。有人跟我一样一吃火龙果就像一泻千里的吗？欧莫欧莫，我知道太美，我是姜子牙，我要给你封神，让你感受一下神的力量，让你没有公猫眼的下载，我感觉我要疯了。但是上班哪有不疯的呀，每天去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擦他这个台子，他自己买的台子为什么自己不擦呀？家人们，你了个大谱啊，我以为是老板买的丫头，我给他嘎嘎炫，炫完才知道这是顾客买的，我怎么跟他的狗进茅房一样，一张嘴就是造啊。但我他妈一看见丫头，我就是口水止不住的流。这个双眼皮贴除了不粘在眼睛上，其他地方哪哪都粘。你们别看我上班可以看电视，但是我真的挺焦虑的，坐这10个小时，挣了一天的窝囊费全他妈炫嘴里了，干完这桶像他妈尿失禁一样，直接跑了5-6趟厕所。这些看起来一般，实则吃起来也一般。好了，今天又苟活了一天，明天活着什么逼样，明天再说吧。